1950年6月25号，北韩军队突然向南方发动攻击，俄国坦克和炮弹武装下的北韩十个战斗师潮水一般涌入南韩。安理会投票决定组建联合国军队保卫南韩，来自16国的士兵与共产主义奋战。一年多来，敌对阵营互有胜负。1951年夏天，双方在朝鲜山区僵持不下，每个月联军要牺牲2500名士兵，双方开始展开停战谈判。关于战俘如何处置的问题，意见不同，谈判陷于僵持。1952年是美国选举年，共和党选择艾森豪为总统候选人，结果压倒性的击败民主党。东方也出现变化。1953年3月，共党世界悼念史达林的死亡，他的继任者想要结束战争。1953年7月27号，各方同意停战。上午10点，联合国军代表哈里森中将、朝鲜及中国志愿军代表南日大将在朝鲜半岛板门店签署协定，双方各后退2公里，建立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同日下午，协定送到汶山里附近的联合国军基地，由克拉克上将签署，随后送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签字后正式生效。We have stopped the shooting. That means much to the fighting men and their families, and it will allow some of the grievous wounds of Korea to heal. 南韩总统李承晚因为反对停战，始终拒绝签字，所以理论上，直到现在，双方仍未结束战争状态。朝鲜半岛的情势演变，美国始终扮演关键性的主导角色，但美国在任总统从未会见朝鲜领导人。1994年，卡特前总统是在时任总统克林顿敦请下前往平壤会见金日成，因为1993年初北韩拒绝国际原子能总署检查核设施，随后又宣布要退出防止核扩散条约。5月抽取核燃料棒的举动被怀疑是要提炼核武所需要的布。克林顿提出对北韩进行经济制裁，北韩代表则对南韩代表说出等同于宣战的话语。여기서서울이멀지않습니다전쟁이일어나면은불바다가되고말아요아니지금정선생도아마살아나기어려울게전쟁은전쟁으로대응한다그렇죠距离第二次韩战只一步之遥，但美方估计会有超过100万居民伤亡。卡特突然造访平壤，为情势带来转机。他和金日成的晤谈启动谈判的可能。If today's developments mean that North Korea is genuinely and verifiably prepared to freeze its nuclear program while talks go on, and we hope that is the case, then we would be willing to resume high-level talks.这次会面成果达成所谓框架协议，朝鲜停止建造2座可用于生产核武器燃料的反应炉，以换取美国提供的石油。至于两韩，则在分治55年后，2000年6月举办第一次峰会，时任南韩总统金大中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在平壤百花园迎宾馆会面，共同发表南北共同宣言。宣誓将努力解决统一及人道问题，并加强双方在非军事上的合作，促进彼此信任。这次史无前例的会晤，让一些被朝鲜战争拆散的家人重新相聚，也因此在朝鲜边境城镇开城成立工业区。金大中也因为采取阳光政策，积极促进与北韩对话，于同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正日于2011年去世，他的小儿子金正恩接掌朝鲜。美国2009年进入奥巴马时代，2012年2月29号，双方达成协议，朝鲜允许武器调查员重新进入北韩，停止远程导弹和核武器计划，以换取美国的粮食援助。但是随着朝鲜发射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这项交易也很快以失败结束。2016年。
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川普表示，为停止朝鲜核计划，他愿意与金正恩进行直接谈判。Who the hell cares? I'll speak to anybody. Who knows? There's a 10% or a 20% chance that I can talk him out of those damn nukes, because who the hell wants him to have nukes? And there's a chance. I'm only going to make a good deal for us.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北韩弹道导弹射程越来越远，美国本土也进入打击范围内。朝鲜还进行了第六次，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次核爆炸试验。朝鲜政府宣称它是一枚氢弹。川普总统威胁，如果朝鲜危及美国，他将以炮火和怒火攻击朝鲜。He has been very threatening, beyond a normal statement. And as I said,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Fury and frankly power, the likes of which this world has never seen before. 朝鲜则反击，他考虑瞄准关岛，让这个太平洋岛屿陷入烈焰包围。美朝言语交锋不断。川普说，火箭人正在执行自杀任务。金正恩则称川普是老糊涂。Dotard. Dotard. It's not a word I say often. Dotard, which by or a dotard. I'm sorry.金正恩夸耀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个按钮，他可以下令对美国大陆进行打击。川普在推特上回应，他有一个更大且更有威力的核按钮，核战冲突似乎一触即发。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totally destroy North Korea. 就在半年前，朝鲜还是世界最神秘、外交最孤立、经济受制裁但拥有核武的恐怖国家。但半年后，剧情急转直下，金正恩摇身为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他先借冬奥外交缓和与韩国的紧张关系，接着向美国传达元首峰会的意愿。3月25号，金正恩访问中国大陆，恢复断绝已久的两国政府高级别交流。4月初，接掌美国国务院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秘密访问朝鲜，为民意中的美朝峰会探路。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恭喜两韩峰会的成功，但美方的立场是在北韩执行彻底、可查证、不可逆的契合后，再谈签订和平协定。而一旦签署和平协定，等于正式宣告战争状态结束，驻韩美军就失去了正当性。从整个亚洲大战略来说，美国自韩撤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南北韩峰会是在为美朝谈判搭台铺路，更困难的挑战还在前面。5、6月，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与金正恩的首次对话，才会是朝鲜半岛能否真正无核化、迈向和平远景的历史性关键时刻。